彼此握手，说：弟兄平安，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敬拜。平安，来敬拜。平安，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敬拜。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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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敬拜。平安，我们一起来敬拜。好，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宇宙万物默默俯伏在上帝的脚前，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您不但拯救了我们，还一直的保守、看顾、扶持我们，藏在您的里面。主，您配受歌颂与赞美。一生力量是他所赐。
是的，奇妙的救赎主，永活的神，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们都要见您的面，我们要永远的与你在一起，求使我们不沉睡，紧紧的跟随你。喜乐在你脚前。
你，我的耶稣，生命中所有的冠冕都献给你，不要世界，只要耶稣，全心全人献上。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祷告。你可以选择站着、跪着或者坐着来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主洁净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耶和华，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保障，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所依靠的神。你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我们，我们要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你的信实像盾牌，像尖锐。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主，你带领我们来到了60年。主，我们感谢你，过去60年来，你所带领我们仗义不单离。主，我们要在这里数算你的恩典，我们要在这里纪念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60年前，你兴起爱主的先辈，建立了伯大尼堂。主啊，后来我们经过逼迁的时候，主，我们只得了7000元的土地赔偿金。主啊，你却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我们必须付60万元的土地，
加上庞大的建筑费。主啊，我们那时候人少力薄，主，我们面对这一切，我们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主，我们只有在你面前向你祷告，向依靠你。主，你大能的手却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建立起这庞大的主你的圣殿。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我们是在数算不完的恩典。主啊，我们是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求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祝福张一波大尼，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你让这个教会每个人在你面前都负起和你的传福音的责任，让我们能够举起救恩的杯，和主你自己的拯救能够相称。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主你苏醒我们每个人的灵，让我们每个沉睡的羊在你面前都能够苏醒，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工作。主，我们继续的把这个教会的前面交托在你的圣手中。主，我们把今天的教会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主你圣手，你带领整个聚会，你圣灵充满会堂，你带领你的侍女所要传扬的话语能够像活水的江河，给我们带来属灵的教导和祝福。主，你也带领我们会众能够一心一意的在你面前仰望你，让我们有足够的精力体力在你面前倾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愿你自己带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因为我脱离，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大家主日平安，我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见面。想请问有没有人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举一手，我们认识你。有没有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有吗？有吗？有。我们拍手欢迎他们，然后请旁边的人弟兄姐妹跟他们握手。我们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是神的恩典，我们非常感谢主。那无论你们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或者第500次来我们教会，我们今天都一起欢迎大家，好吗？那我们等下崇拜之后有茶叙，我们一起去楼下交通，一起在主里面有美好团契。下一张，我讲500次不是开玩笑，因为有些人可能在这边3000次了。神分享恩待我们的教会张一波大尼堂，下周我们就一起庆祝60岁生日，好吗？我们报告很多次了，然后就要到了8月3号，就是下一周，我们一起庆祝60岁生日。如果你像我还没有到60岁，我们就变大，我们一起庆祝，因为这是家庭的生日，我们在主里面的家庭一起庆祝生日。你年过60了，你就变年轻啊，你也变60岁啊，对不对呀？ Yeah, 我们在今天要做什么呢？我们在60周年，我们要纪念神3000个星期60年过去的带领，神在张一波大尼当中的带领，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更新，能够跑前面的60年或更长的时间，好吗？下两张是一些行政报告，我们留意一下。我不会完全的讲，因为我们可以在布告栏看，好吗？这个是关于停车的，若是有弟兄姐妹驾车，请留意把车停在 SUTD， 好让这里可以让嘉宾使用。下一张，这个可能有趣就是要发掘一些无名的英雄。若是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旁边有些弟兄姐妹非常努力的在神的国度里贡献，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你们可以帮他写下来，然后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见证，好吗？
就是说无名英雄哦，你不要在那个纸上面写无名英雄，他是有名字哦，就是你写他的名字进去，然后我们见证他或者我们分享这个人在教会的贡献。下一章，认识眼睛和病情，这是我们的二年事工的一个讲座。若是你们像我现在要开始戴眼镜哦，你们可以参加。我们的讲师是杨英雄医生。下一章。这是我们家庭事工的一个主办的一个聚会，请大家留意8月4号下周日2点到6点，原生家庭带给新家的影响，由巩立克牧师夫妇来分享。详细内容我再讲，你们可以去看布告栏。现在你们留意那个时间跟日期，8月4号2点到6点。下一章，这是启发儿童亲子课程。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课程，我们也是报告过。然后第一次是在8月10号，然后现在不是在报告那个内容啊，内容你们都可以看了。可能报告是说再一次的呼吁弟兄姐妹你们参加，然后在当中得到装备，能够在主的教会当中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下一章，这个是 elaboration， 我们可以跳过。线上的讲座我们有装备，接下来两个 slide 是关于装备。我们有装备，我们要认识神，然后我们要认识神的教会。我们有科牧师，我们的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下一堂是7月31日，是福音派教会的特征与挑战，然后请大家留意。内容在上，是线上的一个聚会，线上的一个课程。下一个也是装备，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装备。我们的速读，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语的计划已经来到8月，我们一起的努力的来阅读神的话语。这几页我们就跳过，这些都是一些奉献的报告，我们都有进行一些的报告。这个时候你们要扫二维码来奉献，或者你们要等一下把钱放在奉献箱后面都行。关键是奉献的心智。所以我在带领大家做祷告之前，可能你们花10秒钟20秒钟为自己祷告，让你们的奉献是合神心意的，好吗？不用为教会祷告，为自己祷告，自己的奉献的心智。我们一起谦卑恭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万有的源头，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主宰，我们敬爱你，我们也敬拜你。我们感谢恩主供应的主赐给我们生活所需，我们把从神领受的恩惠带到你的宝座前献给你，求恩主悦纳使用。我们也向主求恩，保守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在神家里的人，在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依靠并且相信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这是我们众人谦卑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读两处的圣经，是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和诗篇84篇1到10节。我们先读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个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诗篇84篇1到10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
多么可爱，我的灵可想切慕耶和华的院子，我的心声向永活的神欢呼。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找到了住处，燕子也找到了自己安置又出的巢。住在你殿中的都是有福的，他们还要不断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通到圣道大道的，这人是有福的。他们经过干旱的山谷，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更有秋雨，使这谷到处都是水池。他们行走，力上加力，直到个人在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的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求你垂顾我们的盾牌，求你看顾你的受膏者。住在你的院子，在你的院子里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宁愿站在我神殿中的门槛上，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圣经就读到这里，愿主祝福听他和遵行他话语的人。大家平安。那 CBC 今年庆祝60周年呢，我也想今天在我们来思考传承的这个概念。那么也是讲到教会是什么，那我想探讨两个主题。第一呢，就是什么是教会，和第二呢，教会是遗产。那当我们把某物视为遗产时，这种考量可以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就是从遗产的赠送者的角度来看待，和从这个遗产领受者的角度来看待。那我认为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待遗产是非常重要的。赠送者对遗产的角度是什么呢？当你将某物定义为适合传给下一代的遗产时，你会想到些什么呢？可能你会想到，哦，通过那某物对你来说，通常那某物对你来说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或者那某物也很有可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回忆。那此外，你也相信它在时间的考验下仍然拥有特久的价值。那或者最后呢，因为你是从前辈那里领受下来的遗产，所以你想继续的传承下去。那因此出于这些原因呢，你认为将这个东西传承给下一代是件好事。那领受者呢，如何看待遗产呢？当遗产被交给你时，你会怀着怎样的心情呢？你会不会，哇，我拥有一件来自往日的产品物品，实在太好了，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它是世代相传的东西。或者你会说，哦，天哪，这东西对我来说毫无用处，在我的今天没有任何价值。或者你会说，这产业、这遗产对我毫无意义，所带有的回忆只是赠送者的回忆，而不是我的回忆。或者你会说，你传承给我的东西是世代相传的祝福呢，还是世代相传的
诅咒呢？ Is this a generational blessing or generational curse? 就是例如传承下去的东西却带给下一代巨大的这个成本和损失，你所认为是世代的祝福却成了世代的诅咒。 So 当遗产是个教会的时候， OK， 当遗产是个教会的时候，当你那你传承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 OK， 如果遗产是个教会，你传承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而你所领受的，如果你是领受者的话，会又是怎么样的教会呢？那如果赠送者和领受者的意见不一致，如果他们的期望不一致，如果赠送者认为他们正在做好事，但领受者呢却不这么认为，那么我们可能肯定这样的教会可能会一代一代的变得越来越弱。年长的上一代会对下一代说，你们要确保按照我们所做的继续做下去。但年轻的领受者呢却会说，你们上一代的也太妄想了吧。所以为了达成一致的观点，我们必须再一次问这个问题，教会对你来说是什么呢？教会对你来说是什么呢？我想大家要很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教会对你来说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想具体一点，那么 CBC 就是江一博大礼堂， CBC 对你来说是什么呢？你会怎样回答呢？你会说，除非我感受到教会替我做了某些事情，否则它就不是我的教会。教会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因为我经常去教会，经常做教会为教会的东西而忙。或者教会对我重不重要，只在于我或者我们如何去经营它。或者即使我不去，教会仍然站在那里。或者我不需要教会，我只需要上帝。或者教会只是孤一者去的地方，门徒却是到处都可以去。教会是我每周去的洗衣店，进去放点钱就干干净净圣洁地走出来。教会是让我安息主日休息的地方，可以远离我的孩子和我的姻亲。教会是个给予和领受的地方，我更希望教会专注于给予，而我专注于领受。或者所有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只有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教会，我才会停留下来。教会对你来说是怎么样，是什么呢？那以腓所书刚才已经念给我们听了，所以我也 不再念了，是在荧幕上。教会是什么？对我来说，教会就像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就是 Tetris。 Alright， 俄罗斯方块的网站呢就这么说到，俄罗斯方块是一款令人上瘾的益智游戏，它开启了拥抱了我们普遍希望让混乱中创造秩序的愿望。 OK， so 如果你玩过这个游戏呢，你就知道当这个它的速度加快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去思考怎么样转那个方块，它就不断的掉下来，那你就开始疯狂起来了。那如果你的手脚慢的话，你无法把那个方块快速的转到适合的方向的话，那底层你就无法完美的把它给清除掉。 OK， 因为底层就会留着很多空隙，那方块就很快的一直叠叠叠叠到越来越高，直到最后很快的就会 game over。
所以如果 你有机会上 YouTube、看一看这些这个游戏、那些冠军赛 OK 他们实在太神奇了，真的是快到你真的想象不到。 Alright, so 我也要顺便说一说、有些这个研究表现呢，这个游戏其实有益于大脑和眼睛。 So 如果你们没有玩过也不妨尝试一下。OK, so 每个俄罗斯方块呢都像是一名教会成员，不同的方块不同类型的成员。那当我们能够适应不同的结构条件时，当我们能够快速的转变我们的方向以适应所有条件时，教会肯定会很棒。那我们知道许多事情、情况都在转变，世界经济不会永远保持不变，有金融危机，经济放缓，有 COVID 疫情，全球暖化，恐怖主义，还有人工智能颠覆。可是为了生存，我们得适应环境。所以同样的结构条件来来去去，教会随着这个时间而变化，所以我们能够适应的越快越好呢，我们将会处于更好的位置。那请注意 OK, 方块本质上没有改变到。梯形的方块呢仍然是梯形的方块， L 型的方块仍然是 L 型的方块。如果它们不能快速的转换来填补底层的那个空隙的话，那方块就会叠得越来越高嘛，甚至阻挡其他方块进入空隙。那只要方块转得快呢，成为符合空隙的形状，就能很快的把底层给解除清除掉。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害怕适应，为了要成为神所喜悦的 CBC,我们不要害怕转变，因为在转变中，我们的本质上还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旋转自己，我们在旋转，在转变我们的概念，转变我们的思维，在本质上，我们仍然还是我们自己。那所以，当我们的角度转变，眼前所看见的就呈现了不同的维度。我们也重塑思想，重构观点。而且当我们能够有新的视角，新的视野，这也意味着我们是可以改变，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在改变。新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失去自我。那现在在你们的眼前，你们是看到是新的讲台嘛，对不对？新的设计，新的外貌，这是教会外部的适应。所以随着外部的这个适应呢，随着教堂翻新，难道这代表我们将 CBC 历史一页一页的撕下来吗？当然不是。难道这代表我们已经忘了如何敬拜和尊崇神吗？当然不是。有更新难道代表我们忘记了长老会教义和特色传统吗？绝对不是。 Of course not。 我们只是旋转了自己，重构观点，我们进行内在的调整，内在的适合。我们并没有失去自己，也没有失去长老会的教义和 特征。那其中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台上的这个讲坛 OK, 上帝的话语始终是长老会信仰的核心，上帝的话语在长老会的崇拜中占据中心地位。这就是为什么长老会的讲坛位于中央。 God's word takes center stage in Presbyterian worship。那因此在过去呢，讲坛的建造是由坚固的大块的实木来组成的，
就像我们旧的讲坛那样，为了是要显示这个重要性，显示它的宏伟还有它的威严。你会看到这个令人惊讶的是，这个 Charles Spurgeon 查尔斯斯布镇，他的讲坛其实在他的那个年代呢，看起来其实是挺现代感的，挺有现代感的。虽然他带的不算是长老会的教会，但上帝的话语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从照片看到，我们他的讲坛在当时是比较现代化的。可是今日的文化是怎么样呢？今日的文化是非常非常视觉化的一个文化，也是非常交际性、非常高科技的文化。所以这个宏伟和威严呢，不再是主要的元素 ，OK， 而是朝向简约的设计，就由灯光、音响、乐器、荧幕和敬拜的动态，集体的带人进入崇拜。所以一个巨大的实木讲坛，虽威严，但缺乏这个视觉的联系，给人一个隔绝的感觉，台上台下就有了这个隔绝。所以许多教会呢，以新的观点将讲坛转换成更轻、更小、更透明。我们适应，我们更新，因为我们知道讲坛的材料和尺寸呢，是可以灵活的去处理。更重要的是传承属灵的含义，就是上帝的话语是长老会崇拜的核心。那说不定几年后呢，下一个讲坛可能是一个 3D 打印出来的钛讲台，就是 3D printed titanium pulpit。 OK， 我们不要让教堂建造重建或者家具改变分裂我们，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要传承内在属灵健全的原则。所以下一代如何以他们的表达方式朝着他们文化的方向向外表达内在的这个元素，我们需要给他们这个空间去做。因为如果呢，我们不考虑文化的含义，阻碍适合其文化的相关表达，那下一代可能将我们所传承下来的视为世代诅咒，而不是世代祝福。所以在这一点呢，圣经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怎么说呢？在时间和文化变化，在时间和文化的变化呢，新的启示带来新的方向，新的表达，信心的表达，就从这个旷野的帐幕转换到圣殿，再转移到基督教会。信心的表达方式已经广阔，就如一首歌词写到，从这一代到那一代，从地级到地级，从列国到列邦。所以基督的门徒也是没有回头 ，OK， 他们没有回头，希望重回这个圣殿嘛。相反的，他们到处建立教会，他们理解基督教会是普世的教会，他们理解教会呢是基督的子女一同祷告，一同唱歌，互相勉励，一同建立教会。基督门徒理解教会不是建筑，不是保罗的遗产，也不是彼得的遗产，也不是约翰的遗产，是基督的遗产。他们理解基督的身体，这教会是万民从这一代到那一代，在不同文化和时间颂赞耶和华。所以因此呢，如果
你没有聚会，那你真的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吗？你没有聚会，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吗？如果你对聚会一点喜悦都没有，你真的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吗？其实我们的室内装修啊，即使我们的室内装修赢得世界上的所有建筑的奖项，但如果我们不聚会，我们不聚在一起祷告，一同参与活动成长的话， CBC 可能很快就不存在了，或者 CBC 仍然存在，但是可能不会发展。 CBC 是否真的是基督的身体吗？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首先是成为，而不是做。先成为基督的身体，再来做基督的工作。每个人都是俄罗斯方块 ，Everyone is a Tetris block。每个方块在一起才能组成为 CBC。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俄罗斯方块呢，并不全都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阅读这个使徒保罗他谈到我们是教会的活石时，我们经常会想象一堵很完美的墙，对不对？一堵很完美的墙，就是每块石头都好像是相同的 ，so everything 就是很配搭。我们想象只要聚在一起，一切就会很完美。就因为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当我们在建立基督身体时，遇到挫折，遇到不愉快，遇到挑战，或者厌倦了之后，我们就停止参与这个建立工程。我们想应该会有其他的人其他方块能够轻易的接手，但俄罗斯方块就不完全相同嘛，我们是不同，每个人都不同的。有些是 L 型的方块，有些是 T 型，有些是完全方形，有些是长形的。那如果我们不愿旋转自己，来彼此适应、配搭、填补这个空隙，而只是每周来占用2到3个小时的空间聚在一起敬拜、参与活动就离开的话呢，基督的身体能够很好的拼接在一起吗？那堵墙会坚固吗？还是会留很多空隙呢？教会这样子能扎根吗？基督的身体强壮吗？再说一遍，如果我们不建造一个完整属灵健康的身体，若我们不像成为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就不断地以做教会事工、以忙碌来测量我们对基督的、耶稣的忠诚和属灵的状况。 OK， 我说多一次，如果我们不成为基督教会耶稣的身体，我们不断就是以做事工、以忙碌来测量我们对耶稣的忠诚和属灵的状况。那即使我们的心灵如此坚硬，即使我们的属灵如此枯竭，我们仍然，如果是朝向做东西的话，我们仍然会在想教会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东西，教会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就是朝这方面去想，我们会认为达到指标就是反映我们对上帝的爱。朋友们，教会要传承，不是把事物或如何做某事给传下去，不是为了纪念
传递结构、花园、照片或诗歌、节目或每年的项目等。这些或许曾对你有益，给你深刻的记忆，但如今是浪费时间和资源来维持，毫无真正用意，会是世代的祝福还是世代的诅咒呢？所以传承必须由属灵来驱动，是将属灵的激情、团结、力量、眼光、训练、成长、使命、家庭、领导人传承下去。希伯来书十一章中谈到的信心，就是信仰的传承。这种传承是由敬拜上帝、敬畏上帝、顺服上帝、依靠上帝所驱动的。那我在说什么呢？就在六月份，我之前工作的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发了一个 WhatsApp 给我，他的朋友的女儿，要在某一间教会去受洗，他想得到有关教会的这个会想。只要孩子去教会，去哪一间无所谓，比不去教堂来得好。那想想看，如果我们不会将我们的钱轻易投资在任何一项投资计划中，如果我们不会将我们的孩子随意送入任何靠近我们家的学校，那么我们为什么对我们孩子属灵成长做出让步呢？教会是传承信仰和属灵的地方，我们必须转变、适应、能旋转和其他人配搭，建立坚固的基督身体，这样才能真正有合一的力量做施工、行善、克服挫折，这样才能先成为教会，先成为 CBC， 再来做教会，再来做教会的工作。那我们进入第二点，教会是一个产业，遗产。教会是上帝赐予世界的礼物，它是基督留给世界的遗产。教会是文化、社会和罪恶与黑暗世界中最重要的实体。那因此呢，我们不单是基督遗产的守护者或者执行者 ，OK， 我们是基督留给世界的遗产。这对先成为教会再做教会意味着什么呢？一名传道人这么说：去教会并不会让您成为基督徒，就像去车库并不让您成为汽车一样。请留意我们第二，现在我们留意我们第二章经文，诗篇八十四。刚才也是念给我们听了，所以我就不念下去了。那教会给你什么感觉呢？诗篇八十四章这个诗人，我们他的感受我们是非常的清楚。那你呢？教会给你什么感觉呢？你喜乐来教会吗？你渴慕来敬拜吗？你和其他信徒交流时候兴奋吗？有笑容吗？你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学习成长吗？你期待和弟兄姐妹一同领受上帝的话语吗？你想为他人祷告，就像他们为你祷告一样吗？你在神的殿里有平安喜乐吗？那麻雀都找到了住处，
你今早上路来教堂，精力是否一步一步增加呢？还是靠近教堂越近，脚步就越来越重？朋友们，你如同和诗人一样看待神的殿吗？圣经教导我们这个真理，就是敬拜神的殿，敬拜 / 神的殿，不是线上敬拜。OK， 敬拜和来教会是来到上帝的居所，是站在上帝的祭坛前。作为基督的子女，能成为教会，成为 CBC， 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对上帝的顺从。就像孩子渴慕和父母在一起一样，上帝的子女也要渴慕和上帝在一起。你有这种的渴慕吗？你有属灵的渴慕吗？还是已经麻木了？所以允许我说，撒旦会很高兴，撒旦会很高兴，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渴慕，如果我们都在家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享受电视机前或手机上的这个主日崇拜，不仅是撒旦本身会很高兴，那些抗拒宗教基督教的政治和社会，他们都会很高兴。如果基督徒永远不会在一起聚会的话，他们是非常的高兴。他们多希望基督徒在没有十字架、没有招牌、没有群体合唱、歌唱、没有群体祷告或阅读圣经、没有群体坐着听到、没有主日学 的课程、的教会课室里进行流式传播主日崇拜。They will be very happy, you know. Church is just, you know, just an office, and they do streaming, nothing else. 每个人就在家享受。若一个罪人走进去这样的一个教堂，未必经历到上帝。我们教会是上我们 OK， 所以教会是上帝赐给世界的礼物。当我们选择在家里观看上帝，而不是在一起崇敬和宣扬他时，我相信我们对上帝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那请注意，教会是上帝赐给世界的礼物，它是基督的遗产。教会是文化、社会和罪恶与黑暗世界中最重要的实体。你要是成为教会，成为 CBC， 你要聚会，你要参与，你要做见证，好做世界的盐和光。那有什么计划呢？很简单，如果你想 CBC更活泼，更欢迎人，那么我们就得变得如此的活泼，很乐意的欢迎新朋友。你想 CBC 成长，那么我们就更加需要参与主日学和其他一起教导。因为如果你不是学生，那你就必须当老师，这是教会应当运作的这个方式 ，right？ 如果你不是学生，那么你就必须应当老师，不要一直学习而不教导。我们必须学才能教，学了就得教，这是传承信仰和属灵的基本条件，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你想 CBC 成为一个宣教祷告教会吗？那么我们就应该勇敢地传福音，勇敢为我们的福音对象祷告，继续来祷告会，而不是在家里要人家为你祷告。你想 CBC 能够满足小朋友的需要吗？那么我们就应该预备好如何去教导小朋友们。一名传道人曾说，你不需要宣传火灾，有火灾时每个人都会跑来。同样的，当你的教会火热时，你也不必宣扬宣传，市区都知道了。他也说，你活着所追求的东西值得基督为之献出生命吗？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a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那你可以扮演许多角色，成为不同的人，但你必须成为 CBC， 成为教会，因为基督为 CBC 为教会舍命，成为 CBC， 因为你想要教会复兴火热起来。你要怎么样的 CBC， 你就得成为那样的 CBC。 CBC 就是你。在这个60年庆祝 60th anniversary， 我要留下两个问题。上帝是否要求我们做更多，以便我们会更爱他吗？上帝是否要求我们将一切所做的放在祭坛上，还是将自己献在祭坛上？愿上帝怜悯，也祝福我们，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天父，荣耀你的教会，因为我们荣耀你，高举你的圣名，一切荣耀都要归于你。阿们。谢谢李传道给我们讲解这个我们要传承的是什么。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来回应教会的主。愿您掌权，愿你引导保守看顾你的教会，同心合意的与你同行，让您和您的国度的荣耀彰显。有敬拜的声音发出，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做新事，旧的事
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临临，看见神的影像，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用三一颂继续敬拜。带着神的祝福离开这个地方，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让我们能够安静默祷，愿神祝福。